继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。自8月6日西朗区工人村社区解除封闭，8月8日金浦新区站前街道、圣滨社区、先进街道、桃园社区解除封闭后，金浦新区站前街道杨家村符合解除封闭的条件，今天解除封闭。4个地区市民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。